来吧，兄弟们啊，这个今天搞了个新游戏啊，这家伙真变态啊！这个本来我就是看一看国产吃鸡长啥样，结果这里面皮肤抽的乱七八糟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英雄一共有几个我不知道，皮肤有几个我也不知道。惹怒我这个，我既然选，你看啊，装饰，它可以有装饰，然后法师动作，哎，武器呢？哎，对呀，兄弟们，法师。哎，吾乃天海兵器哦，兵器在这里近战。这里面有一个刀，兄弟们，这里面我刚才随便抽了眼，抽了个倚天剑，你看，不过倚天剑长得很 low 啊，很 low。那个墙的这些没有抽到，抽了个倚天剑。那有倚天剑，对不对？有屠龙刀吧？这里面有一个刀，这自带的就是个屠龙刀。但是这里面有更骚的，看这个狼主这个刀，哇，觉得简直是啊，兄弟们，这简直跟传奇有一拼了，对吧？试试看啊，这里面太香了。你们花钱开，我们现在来试一下，小伙伴儿。现在没有金块，现在抽金块啊！金块的话是600块钱搞一次，咱们来试一下，600块钱12000金块啊！咱们来试一试，看能出什么东西啊！呜呼，直接给我出金！这样子玩起来就比较有感觉了，大家知道吧？这非常非常 nice 的啊！啊，返回，直接开箱。商店、兵器、仓库，好，仓库这里面给了10个箱子了，看到没？你们充钱还免费给箱子，就是这个箱子，就可以开出好多好多，什么都可以出啊！直接给我出，你们看这个动画特效，太帅了，老屌！我去，给了一个动作，给了个剑，给了个普通刀，这有点烂，有点烂。再来10个小宝贝儿。去给我出，我去，直接跳过了，这是结果啊，不是太理想啊，宝贝儿，不要这样子。我去，啊，好兄弟啊，最好的那个屠龙刀，我操！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30发就把这个干出来了，兄弟们。我其实刚才就随便说上那么一说，因为咱知道他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的，但是你这也太假了吧，哥哥，这个概率就是内测负三档，马上就要公测了。然后那个，龙符，我不知道该说点啥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先一个一个传，最后再看我们的屠龙刀，最后再看我们的屠龙刀啊，这个我看啊，屠龙刀，兄弟们，多了个古铜，多了个黑铁，这都是啥破玩意儿？老祖。